大家好，这里是破灭排球。2013年女排亚锦赛复赛，中国女排大战韩国女排，比赛第一局比分18-16，惠若琪扣出超级一球，这球竟然罕见钉在了1.5米线左右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因此对于哈萨克来说，这当然是最不好的事情了。明天呢，他们呢将要对上这场比赛的败者，不论是中国或者是南韩，没有一队是好打的。而日本队明天呢就要对上伊朗了。伊朗呢是 F 组的最后一名，对来说当然要过关进入到四强机会就非常的大。至于这场比赛的